伤口都没有，就对了。一点点呢、啊，还是一点痛，还会一点，还是有一点。这没关系。现在肚子上有几个洞？就一个洞吗？我没有打四个洞。因为我们刚刚问过方小姐，她说四个洞，然后再两个引流管，所以总共六个洞。有六个洞，引流管是同一个洞出来。有些哦，我说洞哦，我多帮你排一个洞，因为我怕它，哇，就多一个洞。肚子有六个洞，对不对？啊，那个要多久才会好那个洞的伤？它拔掉大概几天就好了，可以一起吹它，就开始叫我出院。他隔天就催着要出院，两天就要出院，我说不行不行，最好住满五天。对啊，五天可以申请那个嘞，保险啊。哦。还有应该费用比较贵一点。但是我女儿在台湾嘛，她自己家还有我很多朋友过来，检查的，有很多香港的朋友，在这里比较全面，所以就过来了。